都是吃完的。把那个打个底板砖了。慢点，看看，哎对。可以可以，好。今天上午吃的好哦，今天腊肉有欢乐，看嘛，有欢乐。狼大伯哟。你看穿过去的肉人看，好大一坨坨的，看看。好贵哟。好大哟。二幺五，为了一次哦，我吃熟的哦。好了，多要嘞，还有那么多耶，好多，要多回去加个哇，我不要，啊，要回了，再要点饭，可以了哇，大家中午吃饭没有？今天我们中午就吃腊肉饭了，好，腊肉加点土豆，空点油饭哈，嗯，好香啊！那腊肉很香哦，很安逸。这么大一坨坨的，来，找个红面来，快来，夹个，来，来来来，找个红面。开始，嚼，咔嚓，好，没得吃的，这冷的很，要土豆，没有啊，哪一个卤啊？嗯。哎，算了，莫录。我不录哈，你给我录。啥子啊？我不录啊，我的脸，所以过面前的锅巴郎都不好意思，你给我录。对，马上叫人了。你莫录。你搞一车车，你。嗯。叫人了。川少脸上水过敏哈，这两天痒得不得了，他说怕羞。那嘎嘎好香啊，这羊肉也多好吃啊，多面呢。切得大哟，吃起才爽口哈。如果那肉切小的话，赶不到口。下一次就整个根据了。还是坐的嘞嘛，怕子羞我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坐坐坐。是。坐的瑞秋黄嘛，也香些哇。多香，成些差不多。你这来抢锅巴抢个啥子嘛？我都要来了。哈哈，天气好哟。哎呀，还磨路了，是是，老婆。今天那个腊肉饭还是好吃哈。腊肉饭都不好吃。不知大家有没得腊肉？今年子的新鲜肉哈，熏出来没有啊？我们的是老腊肉哦，昨夜子熏的。陈腊肉。陈腊肉。像那腊肉啊，空换是最巴适、最香的哦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分享在这里哈，好吧？一锅饭吃完了，再见，拜拜。
谢谢大家哈，明天再来看川哥吃啥子哈。果实完了，先叫木瓜，另外去玩。果实完了。